孔子女传人闹爆穷教授。哦哎，听他狗噏嘥鬼气。哦哎，真口臭他妈的欠臭。北斗的穷教授闹港人系狗，闹完仲要唔认波。你呢个孔子第七十三代传人几时变龟噶？你嘅晚辈第七十六代传人心车都话唔知你系乜水，仲闹爆你啊！啊，故意不说普通话是什么人？王八蛋！侮辱人就真系唔啱嘅，但我相信咧，即系一个老师啦吓，老师咧都唔会即系教学生去侮辱人咯。我相信即系就算孔夫子啊，咁都会唔希望佢系会应该包容，应该包容。哦，现在都是狗。你们不是人，任何个人都尊重，就算真系一只狗仔都应该尊重佢，佢都有名嘅。有网民作手佢猛咁吠，送俾教授，但就被 YouTube 系咁删，唔通和谐咗 ？You never say say 普通话，正王八蛋。Oh yeah， 怎么可产生人气？废话，孔子只算我物皮，吐气苦大六样味，发着臭味。佢话我哋多优质的中国，供水供锁果给你，养活这地。香港人呢，唔系狗。唉，人同狗系沟通唔到㗎啦。